再把两条线，然后接上，正负极接上。来把它绑起来，再来就是这一条，这一条接这一条，这是车内里面的小灯。车厢的小灯接好了，然后上螺丝，两颗、四颗、六颗，然后这个盖子，把它。还有这行车记录器的四条线，少一条。行车记录器的四条线，要穿过这个洞，穿过这个洞，然后先装上行车记录器测试。界面有防呆，先把它装好。装好之后要测试看看前后镜头，对不对？如果不对的话，这两条大家忘了做记号，这两条要做记号。前后镜头，这就把它装回去，把它锁回去。前后这样就锁好，然后把灯盖，电池盖回去。剩六颗螺丝，六颗就先定位再说。六颗螺丝都先定位，
边最近没有什么牛筋。牛筋呢，再来就是装这个，装一点。这里跟这里，你把它装回去。这里有两颗螺丝，要先锁紧。这边跟这边。擦掉最好是上个白胶或吸力控，不然这个久了都会震动，会震掉。OK， 再来就是十颗，这里两颗，这里两颗，先上，先锁紧。牛筋就大功告成。藏的开开关关的，一定要锁好。没锁好，我死给你看。久了它就坏掉。锁好了，把它贴回去，这个好了，啊，这样就完美了。这样就好，收一收。